著名的外来种福寿螺与非洲大蜗牛引进台湾数十年来，危害台湾农作甚大，并威胁本土贝类生态。究竟要采取哪些应用之道才能防治得宜，化生态危机为转机呢？欢迎您收看经典档 TV。总编，我们这期的台湾外来种哦，讲的其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以前讲小花曼泽兰，好像是整个生态，可这是直接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活，因为它是福寿螺，还有非洲大蜗牛。对它所谓的威胁到的生存，就是威胁到我们的日常的三餐。对啊，因为它如果像福寿螺在插秧期进到农田的时候，如果没有效的管控的话，整片的就等于。都没有了。对对，所以我想，这基本上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跟我们现在最密切的一种外来种的一个祸害的问题。也因此，我们这次就来宾上找了两位很重要的来宾啊。首先是来自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生物暨环境生物学系的啊邱义文教授。邱教授您好。邱教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是这一篇的撰述啊，《经典杂志》的名称。名称你好。名称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福寿螺属于三种苹果螺科之一，于1980年引入台湾，繁殖迅速，遭弃养后严重危害全台稻作。据1986年福寿螺猖獗时期的统计，对台湾稻米生产的损害曾高达10多亿元，而后每年对水稻等作物持续造成损失达1亿多元。而比福寿螺更早被引进台湾的非洲大蜗牛，自1933年以来因属陆栖型，杂食性，偏好取食蔬菜、种苗、花木、菜叶、庭园灌木或果树，尤其以新植林区与种苗圃危害最为严重，农民称之为破坏农园之凶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那个邱教授好了，他的一个最近的三年国科会的计划在谈螺类，是不是？对，螺类的分布，然后还有一些生物质的撰写，还有他到底在台湾的前置跟精神。今天这个邱教授也带了你自己对的一个应该是说教学的道具了因为收藏品好像谈的就有点点那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对我看来它都是螺，只是颜色不一样。对我不好意思讲蜗牛，因为已经有点学习了好，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说，其实早期从我们小时候就会常常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好心的农夫，然后捡了一个田螺很大，然后舍不得煮掉养在田里面。我们讲的，然后最后就变成这个貌美的姑娘帮他煮三餐。其实这个故事可以说，我们其实以前田里面应该都是田螺，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传统就最典型的田螺，就是这个。是。然后其实福寿螺进来之后然后我也开始要去，刚好那时候我在求学的过程也开始要去研究田螺，然后就发现在只要在田里面的螺都不是田螺，然后就开始去找它的原因，就发现其实福寿螺这一只进来之后然后大家为了要怎样要去移除掉福寿螺，就放了很多的农药，于是田螺就从田里面消失。那其实这个田螺是一个指标的物种，看得到。那相对的，以前我们在唱一首歌到田里面去抓泥鳅，泥鳅也从田里面也不见了。然后萤火虫也，因为萤火虫是去吃螺的小，萤火虫的小的时候是要去吃田螺的，所以萤火虫也从我们的田间也不见。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到，都其实一个外来种进来，它可能把原生种做移除掉之后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中还有陆续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再引进，他说福寿螺原来是不能吃的没有人要吃，于是又带进了像这个也是在屏东那附近的另外一种叫做梯形福寿螺，不过这一只它比较扩散力没有那么强，它只有存活在屏东那里太武山下来的涌泉区，就只有在涌泉区水干净的地方才有。它也是福寿螺的一种，对，它也是福寿螺，对，也算外来种，对，也算是外来种。它比较挑剔，对，它就不会扩散开来。然后像陆续像这一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福寿螺，然后在田间里面发现到的白化种，就是白子，然后现在也有人开始利用它来做食物的利用。然后这一只是，其实我们如果到我们的水族街去看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都用什么黄金螺或者是什么蓝宝石螺各式各样不同的名字进来的福寿螺，然后就被当作宠物。
然后其实就会常常有、啊、那只是宠物，对，这个是宠物，然后就会有这个状况说啊，宠物我养一养，然后就发现到说啊，学校的自然课观察一学期完了，然后妈妈说那个缸子不要，就倒到水沟去、嗯、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很多这种弃养的问题，所以在教授在做这块的研究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引导着台湾未来的一个农业的一个命脉，在做这个螺类研究、嗯、尤其在这个外来种的问题上面。对，其实像我目前部分主要是做的淡水螺跟海水螺的部分，嗯，然后在淡水螺的部分，其实我们的一些科学的方法一直在进步，比如说分子生物的技术，嗯，所以说让我们发现了很多原来台湾从来没有发现到新的物种，但是相对的呢，在我们另外一个方角度来讲，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人类之间的沟通跟交通越来越便利，然后我们往往是在而且对一些需求，包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吃的东西不见得要吃本地的，可能你今天吃的农作物是来自于美国，然后今天吃的鱼是来自于非洲，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不知不觉中就会带进了很多不同的生物，然后这些生物进来之后就会有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处理的当，没有进入餐桌这个行列，它可能跑到野外，它就有可能变成外来种。是，有一个话嘛，没有倒在几个孤岛。我觉得除了是生物界的自然的一个演进的时候，但是人为的把它加揠苗助长，或是时空之间，就有他们快速的运的交通之间，把它改变它的栖态，就是栖息环境，对栖息的环境，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一个出来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们来谈外来种之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那个名称。实际上我们在谈这个福寿螺，就是谈这个外来种之间，你觉得在你在做的采访跟写完文章之间，你对它的感觉最大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做外来种已经做了一系列，然后我们希望说每个外来种都有一个特殊的面向，然后以这个福寿螺跟非洲大观螺来讲，我们是探讨它就是如何利用外来种这个面向，因为这个面向还蛮特别的，因为它侵入的时间够长，所以说我们才能够谈到这个利用的面向。邱教授，如果是名人这样谈这个角度，从这个如何利用的面向，只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酿成了或者是有些不可收拾，对，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不可收拾的时候，我想中间还经过几个部分如果对你们的学者来讲的话，在这种外来种刚进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它怎么酿过来，以这两个物种为主，福寿螺跟非洲大瓜牛你可不简单我们讲说，它对台湾的一个进来，跟它到现在的状况上，是有哪几个重要的因素把它造成？好，其实在福寿螺来讲福寿螺跟非洲大瓜牛这两个螺类他们早期进来的时候都是单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食用。是，然后非洲大瓜牛是比较早期，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台湾大学，就是所谓的日本地大对的教授把它引进进来的，然后他本来也是要去补充我们在早期物资缺乏的时候东西的蛋白质的来源。进来之后呢，就发现到说其实他逃逸到野外之后，它对于我们的农田菜园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在那一段时间，一个外来种进来，其实一开始进来都有个潜伏期，然后接下来进入大爆发期的时候，就发现它就把我们的一些陆地上面的作物全部都吃掉，对，就那幼苗就吃掉了，然后甚至果实作物全部都会去吃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大爆发的状况，但是后来就开始有民众又回头来发现它是一个好吃的，所以就有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小型的企业跟产业就开始去，或是餐厅就开始去收购去抓，然后抓到这个在抓的过程中，又开始有一些养殖者又发现到说，原来螺肉价钱可以这么好，于是就变成去大量的养殖，对，大量的养殖，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到说，南美洲有一种螺在那边很多很好养，就是福寿螺，于是他又这一批养殖业者可能又把就是为了养殖的目的又把它引进，然后这一批进来之后呢，其实就发现它的口感并不如非洲大瓜牛那种有脆的感觉，然后跟我们传统的民间可以接受的口味跟口感都不一样，于是在养了两年之后，就发现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市场，然后就造成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弃养，然后弃养之后就在南部开始大量的散播开来。那明晨，如果说在最近的采访上，你看过这些福寿螺或者非洲大瓜牛造成了农田的影响，你可不可以举个简单你所见到的，跟观众朋友做个说明？我看到的就是邱一文教授介绍我们到屏东九如的一个就是养猪场后面的水沟，就是因为福寿螺它很耐污水，所以说在那种非常脏的地方，其实几乎没有
没有其他生物能够生存的地方，它们反而能够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开始看下去可能看不到福寿螺，哎，好像也没有。可是近看才发现，哎，其实它们都是已经黏很多，就是泥土覆盖。然后我们再一挖，发现几乎全部都是福寿螺，几乎像地毯一样这样子，整片福寿螺。然后我跟摄影就是非常惊讶，说哇，这个福寿螺的繁殖力真的是非常强的。那你们问到第一线那些在做这个就是种植的那些农夫们的，他们的一个对这个东西看法跟想法？他们就是对。我们有访问到一位农夫，他就是说，哎，他们常常就是在插秧期就会那个撒农药、喷农药，可是怎么喷就是撒不完，那还是会回来。就是而且我们看到他旁边的沟渠已经有很多死掉的福寿螺，对，然后他还是除不尽这样子，然后也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样子。对，实际上，所以我们问一下，请教一下那个邱教授，像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大爆发的时候，我想螺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福寿螺的特性是量产，而且耐湿、耐温、耐干。对，以这样的情况上，你怎么来做生物上的有没有什么可能性可以来防治它？预防哦是重于治疗，对。然后它一旦进来了之后，大部分的物种是很难去把它做到完全的根除，然后只能够做的是去降低它对我们生态或者是我们农作物经济的伤害，然后比如说像刚刚提到说，在农田水菌里面有很多的福寿螺嘛，那其实这个整体的生态的问题，我们台湾的一些农业区的规划，农田水菌把水送到田里面，然后呢排水的时候又排回到农田水菌里面，然后再加上有部分的一些污染源，它也是直接就排到我们的水菌里面。那其实我们去用想象的，水菌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对。然后田就像是一块一块的、一堆一堆的细胞，对。然后只要里面有细菌去感染，然后你怎么样血流在带的时候，即使我把这一块农田处理好了之后，然后我下一次要耕种，水再来的时候，它又感染进来。所以其实可能现在要做的是针对整个农业区的一个整体的经营跟管理，然后大家同个时间去处理掉螺的问题，然后同个时间把干净的水引进来。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它最影响最严重的大概就是插秧后的那两个礼拜。所以说其实在这两个礼拜，只要不要让福寿螺去影响到我们的秧苗的抽芽，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降低很大的它整体的一个那个受损度。因为我们讲的是福寿螺嘛，那有关于这个我们的非洲大瓜牛，那它的影响是不是跟福寿螺是一样，还是有其他不同层面的影响？福寿螺呢，它是跟着水在跑，然后可是非洲大瓜牛，它就可能怎样翻山越岭，它会翻山越岭，它就翻山越岭，它只要是这片田地吃完了，它就去吃下片田，然后你即使围了砖墙，它还是可以爬上去，爬得过去，然后基本上它们移民的，对，是用移民的方式，是用栖的啦，对，是用爬的，对，是栖，对，所以说对于这两种螺来讲哈，其实这两种螺也是非洲大瓜牛，它也抗药性会远比台湾其他的一些都强，陆生的瓜牛都还要强，而且它的活动力强，而且它目前是我们台湾最大型的瓜牛，对，所以说等于是说它一进来之后，它就严重的整个改变了一个土壤生物的系统。非洲大瓜牛是跟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动物嘛，对不对？如果你有看过小时候大家捡起来干嘛？你以前也捡过嘛，是不是？对，捡过。那一般农村怎么处理它？其实一般农村如果说他家里是不吃这个的，他大概就是把它打碎就丢到旁边，然后像南部有一些区域就会有人专门收购，就只要下雨过后，然后因为南部像山地门啊，然后内埔那附近都午后雷阵雨之后，就会有人开始也不用问你，就直接到你家的田里面，然后去帮你去捡，那就是整批捡去，有餐厅在收购。这个名称实际上在谈这两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你在现场上所看的跟一般对民众的一个看法啊，一个时间短一个时间长，但是一般的农民在对他的一个看法之间呢，对这两个外来种之间的一个认识，跟他们的对他们生物上的作物上的危害之间，他们有不同，有哪方面的感觉？因为非洲大瓜牛这个年代已经太久远了，而且他们以现在来讲，它